要来罢免连署，就去排队。针对市长谢国梁的不满，基隆市的民众震动起来，挺你的行动当日噗噗地在进行。他上任到目前为止，没有做出一项对基隆让市民让人家看到感觉有效率，或者是人家有作为的一些政策、一些说法跟做法，都让人家觉得这是一个市长的一个格局吗？即马第二阶段连署来到16,000分，23,792分，愈来愈近。主办单位划出的目标是50,000分，也有3礼拜会当拼。除了固定的站点以外，也有大型的这个宣传车、大街小巷在咧走场，就连外送员也加入宣传团队，甚至也有小蜜蜂买单去到领导甲咧收连署书。我们既然花时间就说挨家挨户去给老人家解释这一块，教他怎么填，然后顺便收，这样效果或许会比较好。除了绿箭空前的部分要你进行，这条快乐的成年人加社国牛一挂争议拢写写入去。官司在咧考试，启蒙天轮送电动车等等的争议政策，面对绿空间执法，市长谢国梁也是老神在在。不管是执行啊、回复啊，感觉都还是有在加强。市政的问题做甲如苍苍，面对人要甲罢免，市府要安怎做咧？朝庆公园的路段才刚开放通车，所以我们市政府呢现在会去加强我们辖管路段的一些边坡的管理啊，就是像这样子专心在拼市政，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。谢国梁上任一年过来，立即的民怨是愈来愈多啦。若是有一个视角差，去就惨了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